把又不可以这样啊。赶快帮我分享啊！好，开播了。好。播了吗？嗯。今天呢，好呆哦。我就变丁小雨啊！晚安。那个什么呢？已经有人在上面啦，哪是？先帮我分享，刚刚说闪退，马上闪退，真的是超傻眼的，多多见谅啊，多多见谅。然后先麻烦大家，就是再帮我分享一下。那我的眼睛，我觉得近期应该不会好，我真的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是看不到，会不会那个哪天那个拍婚纱的时候来看我新娘子，然后对不到焦，因为永远都是模糊的。好，一样先上来帮我分享，因为刚刚瞬间闪退，因为在闪退前我的整个荧幕都是那个，整个都是卡住的。那一样就是今天一样，全馆打九五折，满2000折扣，满2000打九折，1414就免运了哈。然后呢，下周不是下周，那个礼拜五场，礼拜五我们是让让爱心场。那也麻烦就是今天有在线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就是支持一下周五的，因为周五我们会扣除给老板的盈余之后，剩下的就是那个营业额扣掉给老板的成本，然后就是剩下的我们所净赚的收入我们都会全部捐出啊，全部捐出那一场的活动的那个就是金额。那当然你们有购买的平均下来一样，大家都是有就是尽一份心力给浪浪齁，因为不管你，如果你有看那个许园长还是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你看到外面的流浪狗真的很可怜，所以家里有养狗的一样要好好的爱护他们。那对外的其实狗怎么都跑到手上，默默的就在我手上。那真的他们不会讲话，他们会痛不舒服都不会说，所以真的也要多给他一点爱护跟关，就是陪伴。是没办法刷。啊？你以为是哪一件？你以为是哪一件？太久了，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虽然会方便给大家取消，但真的只能取消一次。你们真的决定喜欢，那就是。真的喜欢或者是没办法能不能穿，你可以先问我们可不可以穿，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加哈。因为有时候真的加太久了，就是小猫说真的也找不到衣服是哪一件哈，所以一样就是麻烦真的你当下加到说取消我们都还好处理。那如果真的很久了很久了，就变得我们不知道说哪一件是152号哈，不是针对任何人，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真的我们的我们的那个标题一定有喊，就是喊单不能取消，下播后也不能取消。那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给大家方便呢、啊。对，跟我们说一下特征哈，没关系，一样就是你说没有关系，我们不会说，但只是对大家说哈，不是只有对你说，是对大家说，因为你大家都看到你这样子取消啊，然后取到后面变成。后面大家一直跟着取消，那真的你买到你不能穿，我们当然也觉得你那也是浪费。那真的我们还是会帮你就是做处理啦，那就是尽量哈，今天做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接受。那也是跟大家就是说好，慢慢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就好了，好不好？我们都是友善的，黑段的有黑段的，啊。这件是，哦，对了，应该是，对面嘛，整件对面洋装嘛。来，我拿给他看，你给我。来，这一件对不对？150这一件嘛，它是有围弹，好，它的腰也是有弹。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又很喜欢想要加，那当然那就是你可以就是量一下尺寸，它是微弹啊，微弹，我不会就是我们家就是你不能穿，我也不会硬让你加，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穿的话，你就让没有关系。你想跑多少钱？180，好，因为180还没有跑完，好，180还没有跑完啊。这一件路它是有弹的，可是它不是那种非常弹哦，
它是略弹，但是是有弹性的哈。好，好，给你哦。嗯，好，刚刚那一件还没有跑完就突然闪退的哦。来这一件外套 M 码内穿，好，你是 S 码，你或者是 M 码的人穿都可以。它是外套哈，然后它是有点风衣，带点个性型的，214号。哦，214号 M 码穿，好，这件好看，好，这件是好看的，它是薄款春装哈，薄款春装，然后这件是 M 码穿，来214号，好，214，来这件是韩版的哈 ，Made in Korea， 好 ，Made in Korea， 然后这一件它也是纯棉质的，有弹性，然后它是有弹性，好，来 M 码穿。好 ，M 码穿，因为 M 码穿是最好看的，然后它的质感超好的，好，它的质感超好的，来79号，对不起，更正哦，77号，帮我要打77号哦，因为我又脱妆了，对不起，我的眼睛只剩下0.5跟0.9的合在一起变多少，平均0.5加0.9，14，我只剩下0.7的那个视力哈、哦。然后左眼完全看不清楚，好，来77号穿到 M 码，我尽量看清楚再讲。好，来 Lara 的，好，我真的是也对不起大家，一直讲错数字。好，来那个 Lara 的哈，然后它是雪纺材质，然后这一件呢、啊，这边造型做很漂亮，也是现在是布蕾丝，好，做布蕾丝的，后面的造型呢、啊，它是做扣牌式的。然后这个扣牌是可开的哦，哦，可开的哈、哦，来157号，好、哦、157，这一件可以穿到 M 码哈、哦，它版型是偏大，虽然它打 S 码可以穿到 M 码哈、哦，来157，好、哦、157穿到 M 码，这个牌子，哈、哦，这个牌子，好来，它算是它是外套。哦，它是有一点那种丹宁面料的外套，哦，然后比较挺面料的，它比西装外套还要再挺，哦，比西装面料还要再挺，好、哦，好，来这一件 S 码穿，好、哦，这件 S 码穿，这件好看哎，好、哦，来254号，254号，77是薄款的吗？对，77，它有点磅数，好、哦，它有一点厚度，它不算是非常薄的那一种哦，好、哦，它是有点厚度，所以你它单穿一件是 OK 的，好、哦，单穿一件是 OK， 但是它没有办法就是薄款像那个春装那么薄那样，没有哈、哦，来254号，好、哦、S 码穿，好、哦、254 S 码穿。好，一样就是上来的朋友还是先帮我分享。那刚刚因为真的是闪退了，刚说要下播休息就闪退。七十七是薄款吗？我刚已经讲完了。好，来，奶油黄，好，来 M 码穿，好，奶油黄，好，来 M 码穿，来274号。它可以做缩腰，好，它是衬衫面料 ，M 码穿274，啊274，这件很漂亮，它下摆是做鱼尾的小码，好 S 码穿，哦，它是做鱼尾有弹性的，好，鱼尾有弹性的50号，好50号鱼尾有弹性的哈，好洋装式的，然后旁边都有边那种袖这样子，金边这样子的，好。好，来50号穿到 S 码、啊，来 OB 严选的哦，这边它是镶，就是用贴钻钻的，好亮钻，好，做蕾丝哈、哦，这一件谢谢，谢谢，好，来这一件穿到 L 码哈、哦，然后手袖的部分也有带那个布蕾丝，啊、哦，这件造型是很漂亮的，好，手袖是雪纺配布蕾丝。好，然后这一件呢、啊，79号，哦，79号，哈、哦，穿到 L 码，来棉质薄款的帽 T， 哦，这边它是做胶印的，然后它造型很漂亮，它的帽子这边是做胶印的骨头，
好，后面是做这样子。好，来，薄款的可以 M 码 L 码穿，来79号杨静怡。好嘞，静怡帮我截图哈，54321，那个衣服我会再帮你送过去哦。哦，好嘞，238号 M 码 L 码穿都可以。好 ，M 码、L 码穿都可以，薄款的棉质，哈，薄款的棉质帽 T 238号，来，一样是棉质的，它是带一点点，稍微厚一点点，但不会到非常厚吧。好，然后这边做两个口袋，这边是做胶印的，来 ，M 码穿，好 ，M 码穿棉质的61号，238。好，来那个龙儿给你哦，哈，来54321，谢谢。好，61号，长版的棉质，好 ，M 码穿，好 ，M 码穿，长版棉质 ，M 码穿。这一件呢，它是做有一点点厚棒的，好，它是做一些厚棒型的，有点带毛呢面那种毛面料的那种布料，好，它是比较挺的。然后这一件25号。小码穿啦、啊、一样是 M 码穿哈，因为它的版型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好，来25号穿到 M 码，好25穿到 M 码。哎，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就今年我觉得这种绿做的是好看的。好，它这是扣子，就钉扣型的哈，钉扣型的扣比较方便。一样是长版的，来一样是 M 码穿哈，一样 M 码穿，后面有做那种做抓皱的。所以会有腰身，好，会有腰身。来，224号，224号，好，224号 ，M 码穿，好 ，M 码穿。来，洋装这一件是Show It， 好的洋装。然后它这件是带一点点麻，好，一样 M 码穿。然后这边做抓皱，然后带点那种这个地方就可以收我们的小腹。好，26号 ，M 码穿。好，26号 M 码穿，我、哦、好多 M 码、哦、今天。来外套，这件是挺面料的外套，然后你们就是哦，这个牌子，这牌子也蛮常见的，哈、哦，它是挺面料的，然后你们就是当春装穿，刚刚好。来小码穿哈、哦，小码穿，这件 S 码穿哦，哈、哦。因为我们的安妮下去就已经合身了，好，来 S 码穿大同都可以穿。今天有毛衣背心吗？好像有，可是没有你的尺寸哎、欸。有，可是是 M 码的。好，来76号哈，大同 S 码穿，它是挺面料的哦，大同 S 码穿。76号。好，来这件是薄款的外套，好，它有一点点带着那种雪纺面料的，好，雪纺面料，这样 ，OK， 好，来 XL 内穿，好 ，XL 内穿，来42号，42号哈，哎、欸，这样配我的裙子好，颜色好搭哦，好，上浅然后下比较深，来，它是薄款的，然后内像是雪纺材质，啊，好，来42号穿到。XL 内，好，穿到 XL 内，42号，就是飘飘懒啦，你们到这个穿到夏天都可以，好，穿到夏天都可以。这个牌子130还会跑吗？会啊，我们还会再跑第二 round， 我但是我第一 round 还没跑完，我还有剩最后250的。好，250有摸吗 ？IRO 跟我啥？我嘛唔知，反正就是牌子啦。好，来 M 码穿。好 ，M 码穿哈，来这件10号，好10号 M 码穿，来这件小码穿哈，我就是不脱了哈，这件也是 S 码跟 M 码穿就好了。好，来72号，这件造型式的，然后是做那种镂动式的这样，好。
穿到 L 码，好，这件 L 码内穿，好 ，L 码内穿39号，好，39，它是造型式的小外套，好，造型式的小外套，39，好，这件是凉感面料的，好，质感很好，然后是做奶茶色，穿到 XL 111号，111号，穿到 XL。好111，它是做那种宽宽的，配牛仔裤、内搭都好看。好111，穿到 XL。好，然后这是小香风的外套，这是买韩版的哈 ，The Pig 的，然后它是 Made in Korea 的。135号，小码穿啊，哦，这件 S 码穿哦，135 S 码穿。清新风，110可以量一下胸的，110，111吧，我不知道，111吧，这件111，没有110吧，10号，应该是111啦，这件，这件胸围到60，来胸围到60哈，111这一件，应该是这个鱼君哦，这件是111号哈，三个一。对哈，好，那件胸围到60公分，好，来这一件它是专柜牌子，这个地球吧，这个念 Earth 吧，好，应该是念地球的意思。好，然后它是清新风的小碎花 S 码穿，好 S 码穿，好，来于君帮我截图，好，来5 4 3 2。好，来于君截完图要私讯我，帮我留一下真实姓名、电话，还有 seven 电脑店。第一次要汇款，然后运费是60元。好，来45号 S 码穿，好，45号 S 码穿。然后这个也是有牌子的，然后它也是小码，它是线衫，好，它是线衫穿的。好，来159号，来小码穿 S 码穿。哦，我有点难过，怎么都没有大我可以穿的尺寸。哦，好，来159号 S 码穿哈、哦，这件好看、啊，这件亮黄色的，也是 Lara 的哦。好 ，Lara 的，给你们看，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来，噔噔，好、哦、，Lara 的98哦，今年就是要来个亮色系。好，来 S 码 M 码穿。好 ，S 码 M 码穿哈，98号，最后一件的180，来棉质的外套，等一下来跑250，好250的。这边快没了。我不知道哎、欸，真的吗？好，来这件穿到 XL， 好 XL 会比较合身 ，L 码穿会刚刚好。好，来这件237号，237，好237穿到 XL，XL 就是这样子，那 L 码也可以。好，你们就是看你的身形，如果你要走合身就这样啊，要松一点是 L 码，好，再松一点就是 M 码都可以穿，反正它这个尺寸就是你 XL 那也都 OK。好，来250。今天全国45几要你量一下腰围，我送大家那个 T 大来了。T 大，这件是 S 码的。啊，帮你改好，我要去厕所，等很久。来，平量35公分，好，平量35公分的腰哈 ，Tita 在问吗？好，来那个250的第一件开始，然后今天全馆打95折，所以也不到250，所以也不到250啦，反正就238块吧，然后打满2000再打9折。哦，对呀、啊，太小了、哦、那件真的很小，那件 S 码。来，第一件就要自己加了，它是薄款棉质的，这边是做米妮，多可爱，你可以当穿，来穿到 XL 都不是问题哈、哦、，XL 内穿都可以哦。来232号，好232直接可以当洋装来穿的，因为它是长版的洋装，你就是直接就单一穿，然后配小白鞋。好，来232号250的第一件，这一件呢要自己加232 T 的。好，来
谢大家，你截图哦，54321，谢谢。今天要自己加，它是那个 ASOS 的，好 ASOS 的这个牌子，马西摩秀啊。然后它这个是绑带的，因为它太长了，好，你可以自己做造型，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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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OK 哈，做造型。好，等我，来小码穿 S 码穿，好，这件 S 码穿哈。来88号，好，88号 S 码穿，好 S 码穿上衣，好上衣，然后 S 码穿，它比较特别啦，好，这颜色是比较特别的，那因为它太长的绳子，好88号，来洋装，这件可爱，你看它这个有那个它的帽子，当做起来超级像那个婴儿领的婴儿帽。有没有知不知道那小朋友那种戴那种婴儿帽，然后就用小花包叶这样子，超可爱的。然后就是今年就是亮色系的颜色，好，来橘的长洋，这件穿到 2XL 都不是问题哦。好，这件穿到 2XL 都不是问题。然后下摆是做小荷，就是做荷叶的鱼尾。好，来这件可以穿到 2XL， 好，穿到 2XL， 来208号。好，208号纯棉质薄款，现在穿刚刚好，单一件 one piece 的长洋，好，这一件你们是肉肉的、瘦瘦的穿都可以，像我穿就会比较松，好，然后就也很好看。好，来208号，好 ，MoMA 的，好 MoMA 的，然后它是做亮橘色，它有附绳子，好，你可以绑腰绳，然后它是国际码36。好，国际码36，然后这一件可以，这一件其实版型比较大一点点，可以穿到 L 码。好，然后208号，好，来那个于君给你截图哈，来54321，谢谢。这一件可以穿到 L 码，272号 ，MoMA 的，好 MoMA 的，然后你可以绑绳，雪纺材质，好，你可以做这样子。272号，272，272，好，然后这一件呢、啊，哎，刚刚有在问毛衣嘛？来，这一件可以穿到 L 码，好，这件可以穿到 L 码，它是长版背心，好，长版背心，105号，好，105号长版背心，这边是做开叉的，好，做开叉的，好，它帮你挑缝起来，哈，它帮你挑缝起来。啊，你要把它整个开也可以，你就是变成就是开叉式的洋装上衣啦。好，那这样子，好，穿到 L 码哈 ，M 码、L 码穿都 OK 哈。105号，105号，这件好好看，它是外套，春装外套，然后是挺面料型的，它可以做缩腰哦，好，可以做缩腰，来。这件 XL L 码穿都好看，好，来73号 XL L 码穿可缩腰、哦、如果你们是瘦的，你们想要 M 码穿也可以，因为你缩腰也会看起来是瘦的、哦、它可以收腰、哦、里面有腰绳可以收、哦、有腰绳可以收。好，来73号，73，好呀，宜君给你截图、哦、来54321，谢宜君。算有点像西装外套了，这有点像西装外套。来，大码可以穿，可以穿到 2XL， 好，这一件可以穿到 2XL， 来54号，好，54号长版的，好，可穿到 2XL， 因为它是做宽的，好，因为默默今天穿的很厚，然后这件可以穿到 2XL， 好，可以穿到 2XL， 54号，好，要是薄款的西装外套。我吗？我都穿 XL 的，因为我是100，我好体重跟你们讲没有关系哈。来，我身高161，体重70，好，体重70，所以我大家都穿 XL 的。那我有时候我的臀嘛比较大，所以我会穿到那个快到小2X的那个裤子，哈，
因为我屁股比较大，比较好伸啊。好，来这一件是 Mango 的，好来 Mango 的哈，点点不败款、啊、又来了，来长版的穿到 L 嘛，来86号，好86号点点的不败款，好来穿到 L 嘛86号，好86号，价是250号，然后这个呢？它是也是一个牛仔牛仔的，它是那个 James 的那个牌子，好，然后它是牛仔的薄款外套，哦，材质哪一件的材质 ？Mango 那一件吗？它有点类雪纺，雪纺哦。我吗？不晓。好，来这一件穿到 L 码，好，来55号，哎，你把门关起来。好，我再关一下。55号，好，55。点点，好来，它是带点雪纺材质，它是带雪纺材质哈，雪纺材质。好，然后我这件牛仔的外套它是薄的，就是可以到那个夏天穿。55号，我这样子很像在 check 个绕右这样子，因为我只肩脑袋卡住啊，脑袋卡住。好来，55号哈，这件穿到 L 码，牛仔外套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虽然打 M 码，可是它版型是偏大哦。好，这件版型是偏大哦，55号，哦，要55号，来，怡君给你哈，来54321，好，谢谢怡君。就等我妈的，挂啥？来专柜哈，那个 EU 这个哪一件？哪一件你可以吗？那个你说、点点那一件吗？如果你是穿 L 码 OK 的。62公斤，你是说牛仔外套吗？可以，我穿得下，因为我今天穿很厚。如果穿薄的，我其实我那件是可以拿的。而且它里面也很露。讲屁讲啊、哦！好，牛仔那件你可以，你62 OK 的，可以的。嗯。好，来这一件国际码是38号洋装裙。好，来更正一下，来这件 M 码穿就好。虽然国际码是38，但是它是。穿到 M 码就好了哈，来257号257号哈，穿到 M 码，这牌子 ，IRNG， 羊点点羊是排扣吗？点点羊是排扣吗？它没有，它就是这边一个扣子，然后这边就是洋装了，它下面没有扣子，它这边只有一个扣子而已，好一个扣子，你62穿 L 码可以的。好，如果你就是比较 fit 型的，穿 L 码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我以前维持在58到62之间，我大概都是穿 L 码，哦，屁股都是穿 XL 的，因为我就是大屁股。哦，好，来86号这一件，好，然后这一件是 IRING 的，好，来25257，好，那个宣如给你截图54321，谢。这件是 IRING， 后面它整件是做棉质的，前面它是做雪纺拼接，但是它里面的内里也是棉质的，所以不会让你觉得整个身体也会粘在雪纺上面。好，它不会，这件不会，它不。来126号，来穿到 L 码哈，穿到 L 码126号，穿到 L 码。来摸马洋装，好摸马洋装。哎，这件码数比较小哈，我们这件 S 码穿就好了。它是国际码36，可是它码数偏小哦。它的造型很美，它的背面是这样子，然后前面是这样子的洋装，这件是非常正式典雅的上洋装裙。喝喜酒穿这件也是非常好看，16号小码的人穿，好，16号小码的人穿，好，好来 H&M 的，好 H&M 的，它是外那个也是春天型外套，然后它的那个。布啊，你仔细看，它是做那种叶子的，就那种叶脉，好叶子。小马穿，
哦，它上面我看它打多少，它打32，所以这件大概就是 S 码穿呐、啊，手袖哈、哦，它比较卡 ，S 码穿就好了哈、哦。来14号，好14号 S 码穿，好、哦、这一件14号 S 码穿。来一样这个牌子，好这个牌子。来64号一样它是西装，它的面料是属于它不是西装面料哈，它是带一点就比较休闲款的，它布面料是属于比较柔的，所以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正式，就是休闲款。玉姐，好来玉姐帮我截图五。是，而且反的好吗？是321，谢谢。我们的玉洁这么的瘦，啊，来这个好看的，好看的。他打36，我嘛穿袂落啦，哦，来36，大概也就是 M 码、S 码的人穿哦，哈，来好看到不行，64号，哦，64号的那个。比较休闲款的西装外套，哈、哦，64号，好、哦，来大概 M 码 S 码的人穿，好、哦、M 码 S 码的人穿。谁、那個？玉姐会辞职？对，玉姐会辞职。来摸码的，啊、哦，摸码的，然后这件是上衣，它这件美，很好看。它这是棉质的，然后里面拼接雪纺，好，里面拼接雪纺，这件有弹性，穿到可以穿到 L 码，好，国际码40码，但可以穿到 L 码，来155号，它后面是这样子，开叉绑绳，好，有造型的，然后下摆是做雪纺加蕾丝，好，来155号穿到 L 码，155号穿到 L 码，好。好来 ，M 打的，它是带点那个155要。好来，一军给你哈，来54321，谢谢。好，你们今天买到一样就是超优惠，因为全款打95折，满千再打9折。好，1414免运。好，14手不正常吗？好，1414免运哈。然后 M 打这件 M 码穿哈、哦，来 M 码穿，它是带有一点点那个水蜜桃绒的感觉，好、哦，它的质地是带一点水蜜桃绒的感觉。M 码穿后93号，好、哦、93号 M 码穿，好，没问题。所以大家都是穿 L 码左右嘛，没问题，我一定会跟你说的，自己抢自己加。会的，你们有跟我说，我都会记得你们的尺寸。我们的大中小码，我们家阿修穿2XL 以上，自己加自己抢啊、哦，自己加自己抢。它是棉质的，里面带点毛巾毛。好，来号码，我先讲尺寸。好，来 L 码内穿哈、哦，来256，256号 L 码内穿哈，256号，好256。好，这个牌子很贵，一样自己上网查哈。256哈，256 L 码内穿。好，来怡君给你截图，54321。好，这一件呢、啊，它是国际码38，好，这个牌子。因为其实它长得太奇怪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啊、哦，来大概啦，因为我发现其实国际码大概那个36，它是介于 S 跟 M， 38是 M 介于 L 的中间。好、哦，所以你这件你们 M 码的人再穿就好了，好不好？来269号 M 码穿哈、哦，它也是西装面料材质啦，它就是比较那个。来自己加那个 BPSGB 的这个牌子也是很贵，然后你看它的 mark 就做得多帅，好、哦，这件也是小码穿呐、啊，哦，这件也是小码，啊，它
比较衬衫型的，好，来 M 码穿哈，来跟正来 S 码穿，好 S 码穿，这件小码穿222号，222号，三个二，然后它是那个 PSGB 的，然后穿到 S 码，好，穿到 S 码，自己加哦，这件长版的。然后它是做针织的，它这个不会透 ，RO 的，好 RO 的，他们家衣服一针一线也是贵到一个不行哈，来穿到 XL 哈，来201号201号穿到 XL 粉橘色，今年就是要来一点有点亮色系的哈，不管是亮黄还是亮橘，还是这种粉橘粉那种太阳黄那个奶油黄。哦，淡黄色都是要有的哈，201穿到 XL，RO 的。269有弹性吗？269有弹性吗？269。微弹，好，来给你看喽，微微的哦，略啦，只能说略弹，哈，略弹。哦，是有的，但是它是略弹哈 ，OK 吗？如果有弹性 ，OK 吗？哈，来 ，OK 吗？帮我打，要帮我打个 OK 哈，跟行的 OK。哦，你行的话就帮我说可以哦。好，然后你看我今天250的，全部都是几乎都是专柜的，算你平价的150、180，其实也有201。那269要吗？好，269你要吗，令？好，李玲，你要269吗？帮我截图哈，201543321，谢谢李玲。好，你这件269要吗？哈，这件哈要吗？哈，269，要的话再帮我说要哦。然后这个牌子也是一件上千块，好上千块的针织毛衣，来穿到 XL， 它现在穿也 OK， 单一件就好了。好，来215号，215号哈，这件你买到抵过你整件袋子，而且我今天全部不到250，好不好？打95折，所以今天才238。要好，好，帮我截图54321，谢谢。二一君，来一君截图54321。好，今天只要你满1414，你就达到免运。好，1414哦，1414，为什么叫1414呢？我不要告诉你。我不告诉你，因为刚刚已经玩完游戏，你们刚刚在的话都知道。好，来一样自己要加咯哈，我把夹挡住。好，来九 N 的，好九 N 的外套。这件它就是有弹的啊，可是它，然后你们这件穿到 L 码，好，这件穿到 L 码，因为我今天穿很厚，然后275号，好 L 码穿，275 L 码穿，好 L 码穿这件好看哈，这个颜色粉肤色的，275号，好275，我跟你说250让你们买到专柜的，真是太丢啦。哦，所以把它通通都带回家。来275 T 大 ，T 大给你截图。54321，啊，谢谢。喝口水，没有声音了。喝口水。因为昨天跟我爸半夜吵架，吵太久，吼太大声。关我屁事。哪一件什么材质？被夹走了。我想说哪一个什么材质被夹走了，应该是那一件，对不对？好，来牛仔的，这件就是真的是小码穿了哈。来牛仔的这件 M 码穿，好，这件 M 码穿，然后100号，好，100号牛仔的 M 码穿，好 ，M 码穿。好看，我跟你说，牛仔外套外面一定都要卖个你个590起跳啦，250再打95折，超便宜。好，来100号，这一件也是专柜的，我们是嘟嘟，好看，嘟嘟哎，可是小码，我知道小码。对啊，不能，好可惜。没关系，
没关系，随时都会有，每一场都会不一样的。当然你们如果想要记得，你们可能忘记今天是礼拜几，你们就可以就是加我好友，不认识我的也可以先加我好友，因为很多是新朋友，可能第一次不敢买，然后他就会先观望，那你们可以先加好友，然后在好友旁边的勾勾里面点一个追踪，那只要是礼拜二跟礼拜五梦梦有直播，或者是梦梦有发文，因为我上次眼睛瞟到的时候是七点才发文，所以你们如果怕错，就是在那边等时间，或者是就是不要让你们浪费时间，那只要有发文你都会看得到，然后你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好，来 ，Eloma 穿119号，好 ，Eloma 穿119，然后是比较挺面料的，好，比较挺面料的119号 ，Eloma 穿，好，来，我来跑130的，前面错过的赶快来把它加回去。好，130就是初青，都是属于比较厚的，哦，就是厚的冬天的衣服，针织毛衣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今天还有契丹的衣服，那请你们帮我把契丹的衣服也带回家。那契丹的不一定是新朋友会契丹，我们的老朋友也有契丹的，好不好？所以很生气，哦，契丹的孙一年，好不好？你们如果真的有困难啊干嘛的都可以就是跟我们说，好，跟我们说可以帮，就是你们真的有状况你们就私下赖我们，然后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体谅，然后都可以帮你暂缓延后都没有关系，但是千千万万要先把自己的荷包算好，你 OK 再买，好，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除非那个，啊，之后可能快到结婚前会比较忙一点点，可能就会比较常休播，但是我尽量不要让自己休播，因为我也会想你们。好，来，干你屁事哦，我不要想你就好了。哦，我以后要看他那张脸看一辈子，靠到你了。好，干，我要看那个相扑选手看一辈子。奇怪，你也是相扑选手好不好？真的，谢谢哈。好，来，那个舅舅那个演员与阿修，我觉得结婚好贵哦。虽然我们真的一件衣服，我们说实在的，真的我们净赚不到20块的都有哦。所以真的我们是薄利多销型，我们不是想说哦我们暴利，没有，外面暴利的是一件他卖你690、790那个才暴利，那真的我们是薄利多销。好，闲聊一下啦，好，舅舅梦梦与阿修，人家是舅舅流浪狗，我现在是要来舅舅梦梦。那我们下一场是爱心场，好，我们会把全数的营业额全部就是扣除所有的成本给老板的钱，然后就是我们赚到的收入，我们会全部的钱捐给，就是单场那一场会捐给那个动物之家之类的，好，我们就会找财团法人。好，来，这一件是被契丹的 Eloma 穿，今天多么好看，被契丹，好，然后这件是做立体麻花纹的，然后带点海马毛。好，来，四号穿到 Eloma， 好，四号穿到 Eloma， 130块哈，130块。这件也是被契丹的。好，来，八号，好，它是裤子一样，就130，这件就是 Eloma 穿。哦，可穿到 XL， 因为它里面是4号 T 大，谢谢 T 大，爱你哦，来帮我截图54321，谢谢。好，看一下，左边那杆，黄色那一件花样白的，可以看一下吗？黄色那一件，左边那一杆。黄色前面花样白，花样白，哪一件？蓝色啊，蓝色都有也看完了。哦，花啊，酋长，这件是 S 码啦，好，这件45号，哦，哎，腰平量35公分，啊，哦，这件是那个多少的？180的。好，180的，好，那件是180的，然后这件是8号穿到 XL， 好，休闲内搭裤哈，哎，那个要看纱裙的人有上来吗？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要纱裙，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我忘了。
好，来这件是被弃单的72号，穿到 L 码，红色的，哦，它是薄款的，薄款的，然后就是现在穿都刚刚好，红色的，穿到 L 码。好，来72号，72号。这一件啊，这件是130的哦，不要怀疑。好，因为哦，不是不是啊，这件因为里面双毛的，所以它是属于冬装的。然后当然你们现在穿也可以。Snoopy 的21号，穿到 L 码，哦 ，L 码哈 ，Snoopy 的，然后这边是做胶印，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130块，来红色的，21进的。来贴到给你，54321，谢谢。Snoopy。好，来这一件37号哈，有弹性，好有弹性。来 M R L 码穿，好 M R L 码穿37号，红色的。好，来慢了哈，21号，来37号 M R L 码穿。然后这一件是长版的，24号。M 码穿，好、哦，它是海马毛，然后做拼接式的，粉白、粉白黑，没有72。好，来，另帮我截图，54321180洋装加一，好，没问题。那个玉洁给你，我们的玉洁好瘦哦。那我今天很多衣服，你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因为超多 M 码跟 S 码的啊、哦。好，来那个45号这一件180给你截图哈、哦。来54321，这件是专柜的，好、哦、专柜的。哎、欸，我要干嘛？哦，好，我怎么知道来干嘛？靠腰。错乱，好来122号哈，斗篷式的，好这一件穿到 L 码就好了，好穿到 L 码就好，斗篷式的，好来122号穿到 L 码，好122，然后这一件，哎，这一件休闲裤刚刚忘记讲到了，你们赶快哦，记得把下走，好来 L 码内穿，它是松紧的哈 ，M 码 L 码都可以穿呐、啊，好来52号，52号休闲棉裤。好，休闲棉裤122胸围，好，斗篷式的胸围哦，哦，这好蛮难的，因为这一件，嗯，看看啊，来，我跟你说这一件啊，它很宽，它虽然有这个车线，可是它是我套一下好了，胸围，因为它其实没有胸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斗篷啊，我是怕肩。哦，它是头过身就过，这样子，嗯、哦，这样子，我 XL 嘛，这样，哦，它很宽，这边很宽，哦，这件也是 OK 啊，你这样是穿得下，对你穿得下，哦，如果你不放心，还是再帮你量，对我直接套给你看了哈。它因为它这个车缝线的，我就请那个阿修来量车缝线的问题。量什么？量这件车缝线啊。那肩宽有关系吗？肩宽还好，我跟你说肩宽不会，因为我下去不会。哦，因为我现在是怕这个位置，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车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地方有车，但还好，我这样下去，我今天穿那么厚 ，OK 的。好、哦，这样，好、哦、这样子。哎、欸。脱不下，赶快啊！哎，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胖了，哦，太胖了。肩宽不会，因为我刚刚下去的话，我的肩是 OK 的，好、哦，我的肩是可以的，因为你就以我这个 XL 的来帮你穿啊，我今天又穿比较厚，是可以，我今天还穿比较紧，一个。看你要不要哈，好来那个52号哈，棉质薄款休闲裤 ，M L 码穿都可以，好 M L 码穿都可以哈。好197号，来这一件呢、啊，可以穿到2XL， 因为它的胸宽很宽，它因为它是做落肩式的，然后又是做斗宽的，
哦，可以穿到二 XL， 来197号，197，来67号，后面是一个爱心，这一件呢、啊，这件穿到 M 码，好、哦，直接就是冬天穿的哈、哦，直接就穿到 M 码哈，67号，我会跑比较快，来内搭裤74号哈、哦，穿到 XL。哦，裤子穿到 XL， 松紧的你是 L 码也可以。好，来74号穿到 XL， 有点休闲裤的感觉。哦 ，M 码穿，来137号 M 码穿。197是什么？可以的哦，如果你是大尺寸的女孩都可以穿，哈、哦，因为它就是做宽的这样子，它是做胸宽这样子的哈、哦。来197号，可以、啊、材质是什么？材质毛衣型的，它是针织毛衣，哈、哦，针织毛衣这种的，它是薄的，它不会到非常厚哦。像我里面穿的这件还比较厚，它这件是比较薄款的哈。哦这一件可以穿二叉，好，可以穿二叉，好，197号，好，然后这一件呢、啊，它其实也是专柜的，可是它的标你们回家要自己剪一下，因为它的标掉了一边，好，才被打下来的这个牌子，好，它是有牌的，好，来6号 ，M 码穿，合身 L 码。好 ，M 码穿合身就是 L 码穿，这件 M 码穿最好看的哈，6号，好6号，好裤子89号哈，松紧的那这件是松紧的，然后可以穿到那个 M 码，哦28291哈，而且这件是 Giordano 的被剪标了，89号。好、哦、M 码穿有弹性的28291穿好、哦、来89号130块打95折再打9折吓死你了好不好，买2000再打9折，来小码穿 M 码穿好、哦、M 码穿长版的164号好、哦、164M 码穿好、哦、164M 码穿，然后这一件呢它是做垂领式的，然后它还是做属于比较没有那个胸宽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做这样斗篷的，好做斗篷的一样可以穿到 2XL， 好这些可以穿 2XL， 7号12点了，他在报时辰，12点了，好来这件 M 码穿哦，来30号，好30号 M 码穿，好，要是内搭裤都有弹性，你要穿到 L 码都可以哈，都是薄款春装。然后这一件它是做短袖毛衣式的，穿到 L 码。好，来1号哈，1号穿到 L 码，红色的。好，来83，来穿到 L 码，哈，它是厚棒的，里面是内刷毛的。83号穿到 L 码，好，然后粉色洋装这件小码穿很漂亮，它是毛线型的上衣，不能说洋装了。好，来 M 码内穿，来261号 M 码内穿，然后这件是长版的，好看。然后这个地方穿这件穿到 XL， 好，是后棒毛线衣，好，后棒毛线衣147号。好147，130，超级无敌便宜的。好，来这件穿到 XL， 然后后面是做这样绑绳型的，这件很好看。这件124号，好124穿到 XL， 上大搭也很好看，就是你这样子配同色系。好，来124穿到 XL， 这件是 Uniqlo 的。来，红色的给你近看哈，它是这样子的，它是棉质的83号，好83号，好83号，
147的尺寸。穿到 XL 哦，穿到 XL 哦，我的尺寸都会重复喊哦，所以要帮我认真听一下。好，然后这一件40号是 Uniqlo 的，自己买到赚到啦。好， Uniqlo 虽然已经算是国民牌了啦。好，来40号穿到 L 码，好，长版的，好，长版的针织毛衣，40号穿到 L 码。裙子这一件穿到281，好， M 码穿271号，好，271号。然后这一件是休闲的，然后原吊牌都还在，哦，这个原吊牌都还在，它是专也是专柜的。好，帮我截图露露，5 4 3 2 1，谢谢小朋友，我要顿点啦，不然讲太快了哈。这是专柜的，哦，专柜的。好，来这一件也是281穿哈，来251号。好，也 M 码，然后是做宽裤，然后它是做那种牛仔丹宁面料，好，牛仔丹宁面料，251号。休闲裤，好，今年很多拿，今天拿这一次拿很多休闲的，好，都是有弹性的。好，来203号，好，可以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 ，M 码 L 码，203，好，203，然后它是做青苹果绿。然后裤子这件是有点西装面料的哈，穿到 L 码大概31左右，好，31号，来 66号穿到 L 码，这件 net 的哦，38号，哎，不是151号，它的那个尺码是38，好，尺码是38，一样也是穿到大概是 L 码左右哈 ，L 码，好 L 码，然后它是西装裤的那种面料，好。这件可以到小叉了啦，好，来151号 ，OK， 最后一件这个粉色的，这件可以穿到 XL， 来226号，裤子也因为内搭裤薄款都是有弹性，我都是找那种休闲的，哦，这种休闲的薄款内搭裤226号，好，来150的，今天150的，对，好，我的150。150来一样，全款打95折，好，全款打95折，然后就让你们用点菜的。40号有口袋吗？40号，没有，40号没有口袋，好，40号没有口袋。L 码穿，好 ，L 码穿。有短羊吗？有，我们今天洋装还蛮多的，哦，可是你要看你的尺寸啦，因为我们家的尺寸就是从 S 码到 XL、2XL、3XL 都有。然后，哦，有一件刚刚那个错过的女孩们，这件是180的，这件超级仙，一定要加。好，哦，来，这件它是上面全部做蕾，哎呦，我踢了我的直播杆。好，来这一件要加，这件是180块的。好，我先跟你们给你们看，它很仙，它这边是做蕾丝的，然后这边是做不镂空式的，整件背也是做镂空的，可是这件超好看。好，那个如果喜欢长洋的 S 码穿啊，这件是180块的，12号。好，这件真的超推的。好，那个150块。好，150块第一件开始咯，哈，来洋装，来 S 码穿，哈，因为它这边腰比较没有弹性，好 S 码穿，来213号，213号 S 码穿，然后这一件是亮黄色的条纹的，43号，好43，然后这一件是 M 码穿。好 ，M 码穿，好有弹性 ，M 码穿43号，黄色的洋装，好黄色的洋装，43号，这件是薄款的，好，然后就是做一个造型抓皱的，这件可以穿到 XL， 好，
然后它是做针织的，好，做针织的141号，好141，好141。好，这件是那个 BOSINI 的这个牌子。好，哎，你那个丁选错了，你丁选到40号有口袋吗？来109号，好，109号，现在都是150块，好，150块，好，109号，这件小马穿 S 码穿，好，线衫，好，线衫，109号。因为第二 round 了，我会跑比较快，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回放，等一下如果你们想要看回放也是可以。可是刚刚闪退，我不知道有没有储存到。哦、好，来95号，哦，95这件穿到 XL， 哈、哦，白色这边是做垂领的，好看。好、哦，来95号，然后这件洋装也超好看的，短洋，哦，整件蕾丝，然后 S 码穿，哈、哦、，S 码穿，它这件还蛮适合去喝喜酒穿的。好，来216号 S 码穿，好，216号 S 码穿，好，来268，好，来穿到 M 码，好，穿到 M 码，好，这一件洋装哈，来268号，268，这件是在雪纺材质的202，好，202穿到 M 码，好，202穿到 M 码。艾莫达的哦，来183号，穿到哦，那个鱼你是穿什么尺寸？你可以跟我说，好、哦，你是穿什么尺寸？你可以跟我说。然后这一件是穿到我这件是穿到 XL 哈、哦，来183号，好、哦、183穿到 XL， 这件两件式的哈、哦，它是 M 码穿 ，M 码穿就好了，因为它是有弹性的，哦，然后这个背心。内里穿到 M 码，外面可以穿到 L 码。好，来177号，好177，哎，这件是好看的。好177，好穿到 M 码就好了。然后这一件可以加，这件是薄款棉质，可以穿到 2XL。哦，这一件可以穿到 2XL， 然后它的那个肩膀的肩带很美。今天看哪天？今天看礼拜五啊。好，266号。好266号，好266这一件穿到 2XL， 好266穿到 2XL， 这件是 Puzzle 的哈，穿到 S 码来134号，好134，哦穿到 S 码，也是洋装哦，这件好看，因为它的手袖的部分是就这样子的。好，来51号，好51号，小码穿 S 码穿，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做比较缎面的哈、哦、，S 码穿，红色的滑面料的，好来穿到 XL， 好穿到 XL 这一件，好红的红的比较好看，好搭这样子。好来189号，穿到 XL。来179这一件版型偏大，也是可以穿到XL，衬衫面料，好，衬衫面料179号，好179，然后17号洋装，好来 M 码内穿，然后它这边带蕾丝，好来17号，小马穿这件是美博士的，这边它是做这种绕领，然后这边做一个大 V 露锁骨，好172 S 码穿。好170 S 码穿啊，它是有弹性的啦，你要走合身 M 码也可以。好170号，来灰173号，穿到 XL， 好穿到 XL， 手袖有做松紧，然后下摆也有做松紧，好，然后有点那种芋头那种藕衣的颜色，好那个藕衣的颜色，来173号就是灰的，好。真正的芋头色，好，然后这件163号，它是做棉质，这算是什么线衫配雪纺，好，穿到 L 码，这边是做雪纺垂坠式的，好，好，来163号穿到 L 码，好，163号穿到 L 码，薄款的来58号，好58
穿到 M 码，好，五八穿到 M 码，洋装，嗯，来这件衬衣穿到 L 码，好，来一八一号穿到 L 码，好，一八一穿到 L 码，嗯，那没有，今天要吃什么？我们要吃啊，要，来棉质的。好、哦，棉质的，然后是做千层式的感觉，它是做一个拼接。我今天没吃晚餐的。最好没吃晚餐。来，这件穿到 L 吗？到，哎，这件可以到 XL 啦。好，来更正到 XL 219号。好，219到 XL， 好、哦，到 XL。哎，我就快速跑啦啊！然后你们要就帮我认真看一看哈、哦，然后我们就快速下播，让大家可以早点休息啊，我们就快点看。然后你们想要看什么，要点菜也可以边讲边说。哎、啊，我就像边跑150。150再赶到卖130，你北七哦，130你要打折哎、欸，爽啊！哇，就130了。你是谁啊？爽啊，不行哦。爽屁爽啊！我要下播了。好啦好啦好啦，哎、欸，真的是我真的超傻眼的，好不好？好来，阿比说130，好来，44号，好44号哈，来这一件，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好、哦，穿到 L 码44号。好啦，117，好117一样，穿到 M 码就好了哈。117穿到 M 码，它是衬衫面料，好、哦、衬衫面料。这件小码哦，来38S 码穿，好、哦、38S 码穿，丹宁面料的洋上衣，好、哦、38号。这件它是那种绒布面料221。219，什么东西？219，好，来另给你截图，54321，谢谢。好，来221号 M 码穿，好 M 码穿，它是绒布料的，好，来221号。然后这一件呢 M 码穿，它是做上衣这种上衣型的搭配，好，做上衣型的搭配 M 码穿。好，来206号 M 码穿，好18，棉质的有弹性 L 码，好 L 码，来18号 L 码，58何玉洁，38啦，那他是58，是这一件吗？玉洁，这件是38号哦。好，牛仔的对不对？是牛仔这一件吗？好，如果是你帮我打一下58，我刚刚有喊58吗？好，58，好了，玉姐给你截图。好，58来54321，哎，他们记忆力比我好呢，你们很棒呢，我都忘记了。你们到底记得几号？你们是有偷偷做笔记？好，来20号，好20号，来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它这件带点那种麻的面料，好麻的，它不是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绝纺材质，没有，它带点麻。好，来20号，来这件。我记得是专柜的，哦，那是韩版的。来139号，哈、哦，这件好看，来穿到 M 码就好了。后面是这样子拼接的，然后前面是这样子。好，来139穿到 M 码，然后这件穿到 XL 罩衫式的。好，来264号，264穿到 XL 哈、哦，你们就是去海边玩啊什么的都 OK。好，来这件洋装，来23号，好看，来 M 码穿，好 M 码穿，可到介于你是 M 码跟 L 码的中间都可以。好，来23号，这一件穿到 XL， 好，那个刚刚我在看大洋装，可是如果你是比较大码的，这件可以哈。来，今天穿到 XL， 然后可以缩腰，好，可以缩腰。来，41号穿到 XL， 好，41号穿到 XL。
好，一样，这件是韩版的，好，拼接式的，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180号，180。哎，刚刚有那个219，你有219，你有加走吗？加过啊。有哈。你记忆力比我还差哦。没有啊，因为我这边的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没有，但是那个玉姐的会可以啊，可以看回归棒。好，来这一件啊，原价590，我们家卖130，好不好？来穿大 L 嘛。好，来160号穿大 L 嘛。小码穿，好 ，S 码穿，好，来118号 S 码穿。洋装裙，好，洋装裙，好，来也是两小码穿 ，M 码13号，好 ，M 码13号哈。没办法看到明天中午12点。衬衫来。让大家看到回放，看到明天的中午12点，中午12点、哦、啊，当然现场 live 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永远都会有不定时的爆笑状况出现。大家看回放也可以，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大家明天要上班啊、哦，可以看回放。没有那个，就那个回放就是150，就是150，没有现在这个130哦。限时优惠啦，130就是限时优惠，现在好、哦、直播价啦，要这样子讲给你们听，会不会比较清楚？好，来这一件穿到 L 码，然后它是两杆型的哈，来96号，外套，来这件穿到 L 码哈，136号，136穿到 L 码，来229穿到 L 码，它是做斜的造型式的，好，来229。你不会一起量哦？50。来56公分。50。来50公分，56公分。来这一件呢、啊，它是宽版式的，好，可以穿到 XL 哦，好，可以穿到 XL， 但它的手袖的部分这边比较窄，好，但是可以，你是介于像二 X 也可以的，像我这样子身形都可以。好，来2号，好，2号，这件好看，好，来115号。好 ，M 码穿，好115号 M 码穿，好115 M 码穿。这件比较休闲款，好棉质薄款的，一样 M 码穿，好它是做那种桃粉色，好230号，好230号，这件好看，背心式的，好，然后这一件穿到 XL， 好穿到 XL 31号。好，31号穿到 XL， 这件200号，哈，200号，它是做比较特别，是做胶印的，然后它是薄款的，然后这件一样可以穿到 XL， 好，穿到 XL 200号，这件比较特别，它是薄款的罩衫，然后它这一件穿到 XL 就好了。好，它是做那种造型，它是有拉链的。好，薄薄一件140号，穿到 XL， 好，穿到 XL， 这件是薄款的哦，哈，然后连吊牌都还在。好，240号，好，来穿到 M 码，240号穿到 M 码，这件可以到 2XL， 来19号，
它是斗篷式的，宽的，哦，穿到二叉 L 哈，来十九。我们没有，都没有短袖了吧？短袖现在比较没有，都薄长袖，然后或者是七分五分哈，短袖的还没有哦。好，102号，它是扭转型的这边。好，然后这件穿到 M 码，这件很好看，整件黑的。然后这边造型是这样扭转。好来102号，102。今天是全馆95折，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线上加的150，现在降价给130，一样也是有打95折。哦，然后满2000打9折，然后1414免运哦。好，来 M 码穿，好，这件是东京衣着的，好，112号，好，112号 M 码穿，好，112号 M 码穿，这一件是连身裤，好，连身裤，然后穿到 L 码的连身裤，好，来，哎，我的夹子哪里没去啊？好，来69号，好，69，不知道掉了吧？69号。蕾丝有没有？我们家有没有蕾丝控的美女？好，来，首先是蕾丝的，然后这边都是蕾丝。好，有弹，来 L 码，好 L 码穿，来28号，这件是薄款的绿色，好 M 码穿，然后这件是65号，好65号。薄款的这件，它的这边满转，好，一个一个转，然后贴起来是很漂亮的，然后它也是属于非常舒服的质感。好，来有弹性 M 码、L 码穿都好。好，来90号 M 码、L 码穿。好，最后一件啊，80。好，来80号这件一样穿到 L 码，好，穿到 L 码80号。来，你们要看。180，你们也要看180块的吗？好，180块的，然后你们还是，如果你们不要一件一件看，然后你们想要点菜的也可以，好，你们要点菜的也可以，好，然后对，今天也可以看回放，因为梦梦要开始调养身体了，不是为了生小孩，是因为发现身体真的快坏掉了，因为你第一个眼睛开始视力变不好，因为晚上睡觉嘛，他们说肝要代谢，一定要睡觉，半夜一定要睡觉啊，半夜都不睡觉，我都早上才睡。我现在是外国人了，好，跟你们大家日夜颠倒。好，然后让你们点菜，看你们要点的，还是想要再看什么？好，你们想要再看180的，还是250的？你们都可以跟我说。如果你要，你就说，我要看180的衣服，或者是我要看250的衣服。好，然后或者是你要看出清外套一样也是200，也是180。好，还是你要看直播睡觉？我上次看一个爆料公司的直播睡觉，里面破百人欸，比我的直播还多，破百人哦。好，200多个人，然后在下面聊天，然后那个就侧躺着睡觉，然后一直睡，开直播，我也觉得蛮妙的。好，赶快让你们就是可以就是点菜，是下雨嘞、欸。我都没人理你。对，你们要点菜吗？好，你们可以回应我一下。好，回应我一下，没关系。好，有吗？你们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开的是那个，然后就全部都在睡觉。啊，这一件180超好看的 S 码穿。然后西斯排汗衫，38胸围多少？38，哪一件啊？138还是38？那个央青都要看长阳。长阳，央青，我跟你说，今天长阳比较少，剩这一件 S 码穿，然后还有这一件洋装，也是 S 码穿，哦，这两件都是 S 码的，好，这两件好看。34是哪一边的？38。38。三型乌红洋派。38，长怎样？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啊？
38。这边香奈儿。对啊。它的牵绳你不把它拿进来。牛仔羊。牛仔羊哦，好像三十五公分，我记得。哦，因为这件有量过了，35好像。胸吗？哦，胸37.5啦。好，胸37.5。哦，胸37.5。你们好厉害啊，我都记得数字哎。好，来180，我就挑着讲好了，好不好？好，来256号这件背地的。好 ，L 码穿，好 L 码穿哈，来256号。点点看看，点点这件是180，好看，11号 ，L 码内穿，好180块的，好180块的点点，对，那件很小码，那件就是吃身材的，然后这件外套也很好看，然后是 Korea 的哈，来154号穿到 XL， 154号穿到 XL。然后这一件是一样，不是180哦，你把它置顶取消啦。置顶取消。我这边还有啊。11号材质，它是有点棉，棉，它不是雪纺，它是有点棉，然后带点挺面料的，可是它不算西装面料。154可以穿到多少？150。好大。啊，不会湿掉哎。好，11号它是属于就是棉带点挺面料的，它带点衬衫面料，它不是那种雪纺材质哦，它不是雪纺材质。来胸56公分哦，胸56而已哦，哈，胸56哈，154号，胸只有56。好，来这个点点这一件11号，我就挑。然后这件可爱，这件棉质的，然后是那个斗牛犬。好，然后这件 M 码穿也是180，125号。好，然后 H2O 的背心，好，专柜的哈背心。然后这件 M 码 L 码穿，好 M 码 L 码穿3号 H2O 的，一样是180。然后牛仔吊带裙，这件你是 M 码，L 码 XL， 这件只能穿 L 码 ，M 码 L 码的人穿都可以。好，因为它我建议不要穿太合身，就是穿松一点点会比较好看。好，牛仔吊带裙，好来193号，好193。然后这件很好看，这件是稍微有一点点厚度，但它不是到非常厚。M 码穿，好 ，M 码穿来77号，拉好这件好看，拉好这件穿到 M 码，好来157号，好，它这件是做雪纺材质的，好做雪纺材质的157，好157，然后羊哦，这件很好看，这件长羊也是 S 码穿，也超好看的。好50号，好50号，好，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我就快速挑。你们要看洋装的，这件也超好看的，这一件是这个牌子的，187号 M 码穿，胸平量44公分，因为刚刚已经有人。刚有人喊过，我就有量，我有印象。然后这一件穿在 L 码，这样子的，这件很好看，好，也是180，60号，好，60号。几号？77。好，来77。好，来77给你看。这件你穿可能会有点合哦，因为它是 M 码，
有弹性，你要穿合身可以穿到 L 码，但是如果你不要合身的话，就是 M 码的人穿是最好看的。好，77号。然后这一件我个人很推，这一件可以穿到 XL， 好，然后是做蕾丝的，209，好，209，好，也是要180，好，要180，红色的，这件可以。来 ，mini 帮我截图，5、4、3、2、1，好，来，新同学哦 ，mini， 好，来截图，帮我。这个还有11号，好，来帮我截图两个哈，来5、4、3、2、1，这两件都是180哈，然后帮我截完图之后私讯我，留真实姓名、电话，还有 Seven 店到店，第一次要汇款，然后运费是60元，好，运费是60元哈 ，mini， 好，好，来这件258号，穿到 L 码，红色的上衣啊，这两件多少钱？都180。好，258号，好，158，180号。这件是紫色长洋包臀，好 S 码穿，好包臀的236号。然后这件也很特别，这件可以穿2XL。哦，94号可以穿到2XL。好，穿到2XL 哈，94号哈，它是做滑面料的凉感。然后这件是 Mango 的要加，为什么呢？因为它质地做得很好，然后是凉感的，很舒服。好，来220号，穿到 L 码，好220穿到 L。我今天没有买过，算，但是要给还在给我们剧本资料。管弦那边买过的可以，就是算老朋友，但是要留资料，因为我们的小帮手是独立作业，好，所以还是要帮我留一下资料。好，然后这一件是这个牌子的 ，INC 的这个牌子，然后这一件可以穿到2XL， 好，这件可以穿到2XL， 来47号穿到2XL， 好，这一件，这一件呢 ，M 码穿，好，这一件 M 码穿哈，来34号也是要180，好180，然后这一件也是，这件好看。这件我很喜欢，因为它是做这样子的，宽的哈，可以穿到2XL，好，可以穿到2XL，279哈，180块，好，180块。你等下带包包做急诊室啊？不用了，你穿雨衣把它挡进去，塞在那个。那湿湿的不要跑到头上。不会，好，不会啊，好，那个180的外套啊，哎，这两件是契丹的180的外套。好，这个真是被大家被弃单的，这件穿到 L 嘛，这件穿到 XL， 好，紫色这件101号穿到 L 嘛，这件背心278号穿到 XL， 这两件是被弃单的，好，是被弃单的，好，一样是180，212号的外套穿到 M 嘛，好，穿到 M 嘛。然后这一件外套好看，好穿到 XL 哈，78号也是一样，是180块而已。好，现在外套这都是180块，这件是冬天的洋装，好，然后239穿到 L 码，这件要加，因为这件它这个是真的兔毛哦，动物毛。好，来99号哈，99号穿到 L 码。这件是 Lara 的 S 码，穿53号，好 ，Lara 的 S 码穿53号，然后这件穿到 L 码23273，它是有点防风的，里面是铺棉，现在穿单穿一件刚刚好，因为它是薄，就是春装薄款穿刚刚好，273号，好180，因为今天都是有打折，然后这是250的，我就快跑，我不要一件一件跑，我就速速跑，哦，速速跑。然后心情不好了，你有什么好心情不好的？你现在离你的，现在都湿掉，买它。你可以把它冰到冰箱里面，你可以不用再吃。好。一直吃。现在是多少？
我刚刚我会先讲号码，因为我刚刚那个外套也是180。好，我现在来讲250的，那180的你有看到要什么的，你可以跟我说。好啊，我现在要讲250的。好，250的开始啦，哈。它是那个 ASOS 的，好 S 码穿。又染红色。那个红娘应该，对，手上拿那个，这件吧，六九，这橘的，哎，这一件也可以，这件是180，然后这一件呢，哎，马川，它是这个牌子的，哦，这件是10号，好，10号，哎，马川，它是橘的，哦，橘的，哎，马川，然后这一件也是180，它可以穿到 XL， 好，2258号。哦，穿到 XL 哈，25。黄色怎么穿？黄色配白色的下面啊，是要上衣还是是下？你是说上衣吗？还是洋装？洋装就不用担心啊，黄色类的，就是它是洋，它可以当洋装啊。下摆你就是配白色裤子，好，配白的或单穿一件，好，单穿一件或。白的，这件是250块的，88号啊、哦、，S 码穿，它是这样子，然后这边可以绑绳，哦，你可以绕一大圈绑都没有关系，它是可以绑绳的，哦，这个它的缎带绳很长，哦，啊，这件是 S 码穿，因为它是上衣，10号一截。好，玉姐给你截图，54321，谢谢。好，我黄色这件第一件是250的哈，然后这件也是250的，然后这一件呢、啊、是 MoMA 的，好 MoMA 的自己要加、哦、MoMA 的一身一线都很贵，来272号，好272，来这一件可以穿到 L 码，好272穿到 L 码，雪纺材质，好雪纺材质。然后这一件啊也是背心式的长版，好像是250，好，然后它下面有帮你挑缝起来，啊，你要把它开叉也是可以，它就是整件开，好，就会是整件开，来105号 ，M L 码穿，好105 M L 码穿，好105，然后这件是点点的，这件是 Mango 的。好、哦，这件点点是 Mango 的，哈、哦，一样。哎，我刚刚有一件点点被夹走了嘛，它是棉的，然后我这件是雪纺的，好，我这件是雪纺的，然后这件穿到 L 嘛，好、哦，大家是 Mango 的86号，250块，然后这是 IRNG 的，好、哦、IRNG 的，然后这件穿到 M 嘛，然后前面雪纺里面都是线衫面料，好、哦。它算是棉质啦，不能说是线衫，它是棉质。好，126号，250块。然后这一件是 H&M 的，哈，然后它是属于棉质的，它的那个压印很漂亮，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哈，压印很漂亮。来14号哈，穿到 S 码就好了，穿到 S 码14号。这件是 Imoda 的。好、哦，它是薄款的，然后有点带那个水蜜桃绒。93号穿到 M 码，好、哦，93穿到 M 码。然后这一件是那个 PSGB 的，他们家的衣服也是很贵。好、哦，222号 S 码穿，222号3个2 S 码穿。好，然后这件是牛仔的 M 码穿，哈、哦，100号，一样是250块，哈、哦、，M 码穿，啊、哦。然后这个是 Woman's Dudu， 然后这件穿到 L 码，好，这件穿到 L 码，应该是250的，好，119号，250，好，今天全款都有的。有缩腰吗？来，可以缩腰，内里可缩腰，好，内里可缩腰，它是 M 码的，然后内里可缩腰，好，93号，好，93号，好 ，mini。好，这件是250的，然后你们还有没有人要点菜呢？
回来，瘦子的人就把他带回家了。S 码穿啊，白色的洋装。这件那个，如果我很瘦，我穿这个去参加去登记结婚，应该就很好看。嗯，哎，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把自己吃的这么的胖。好，来来来来来。哦，还有吗？有吗？来，赶快！大家如果要点菜，就开放大家最后的点菜，因为这边下雨了。哦，下雨了，然后不爽了，不爽。继续播，继续播，给大家最后点菜。那今天衣服一样可以让看大家看回放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哦，明天中午。今天如果那个我认为可以寄，我就寄了。好、哦，那个因为现在的衣服上礼拜有几单啊？就那个上礼拜有几单。哦，对，好。啊，如果现在可能那个单里面就两三件的，我就会帮集单到礼拜。我们固定是，我们可以帮大家集单是在我们是二五集单，就梦梦厂的话就是二五哈，梦梦或妍妍，因为我改名了。然后就是免运的就直接寄了。对，免运会直接寄，百分之百寄。好，1414就会寄了哈，免运就会直接寄1414。好，对，然后那个。集单的呢，就是你今天正走加一件两件，我们帮你自动集单到周五。那上周二，因为我上周我有停播一次，那我的周二场，上周二场的，对，其实我现在都看不到那个镜头上的字，因为就是叠影，我看到一个一坨雾雾的，啊、嗯，看到一坨。礼拜五是那个爱心场哦，我们礼拜五的。所得会扣掉成本之后就全数捐出，所以大家记得做爱心。我们的营业额扣掉了，就是老板给老板的，就是所有的成本。那礼拜我们就是做义工，对。对，我们那一场，你们周五买到的，你们周五有购买的人，你们都有你的爱心捐给，就是流浪狗他们，都有你们的心意在哈，因为你们每买一件，我们都有一定有你们的。衣服的价格在里面，那当然就是累积大家的福报，好、哦，这都是一个做一个爱心给大家。那周二场的，上周二的也会帮你们大家寄出，因为上次我眼睛整个看不到，点了散瞳，然后连我还骑摩托车，真的是吓死我，那个畏光这样子。好，那个你们真的都没有人现在想要跟我聊天，是因为我今天戴眼镜吗？真的吗？我现在戴眼镜很丑吗？有人说戴龙哥说我戴眼镜很漂亮，你没漂亮过啊？我戴眼镜好看还是戴隐形眼镜好看？对，明天中午、明天下午、啊，明天下午包货、哦。对，因为那个我们要调整身体啊，再不睡觉我真的会越来越胖。然后越来越丑啊！真的要调身体啦，然后也不要让大家那么晚睡哈。虽然我们都是也是晚睡型的，那当然就是今天大家看完。还没看够，或者是前面错过了要看回放，一样可以加。那刚刚那个线上的优惠就是只有线上，哦，那是线上限时给大家的130优惠。好，那当然就是下播后看回放。有大码吗？有几件大码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那个如果没看够的还是可以啊，大码的我就直接拿给你看，因为真的今天不多，这件可以穿到二叉哈，这件可以穿到二叉，好，我不知道你的大码要多大，然后这件也可以穿到二叉，好，这件是94号，然后这件是47号，好，47号，这两件都是180的，好，都是180，然后还有一件。这一件是现在线上才有哈，130，这件是可以穿2XL，19号，好，19号，因为大码今天比较不多，那刚刚前面线上的朋友也把大码的衣服都加走了，那就看你有没有喜欢，哦，那我印象里的大码我拿出来了，但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是大码的，我就没有拿了，哈、哦。94是什么材质？94，来，它是那种凉感的，它不是衬衫，它不是那种衬衫面料，它是属于那种凉感的滑面料，但它也不是雪纺，哈、哦，它也不是雪纺，它是做那种舒服的，哦，这件，我要帮你量一下，这件59哈，59公分平量，
他们叫什么？十没有，我是帮他量一下。十九是真知吗？十九。它有点像那种线衫面料的，它不是那种针织，它是那种线衫型的。好，这一件19，也可以算是说针织啦，它是这样子，可是它是薄款的，要94。好，来那个这件是180的哈，这个那个余君给你截图，54321，谢谢。好，然后我这一件就是刚刚线上的，这、就是130。好啊，如果下播看就是150。好、哦，这件19号的，然后这件买到会赚到，因为它就是那个 INC， 好、哦、INC 的，那它是2件4的，它是外雪纺，然后里面是棉质的背心，啊，这件可以穿到2XL，它也2X，好、哦，可以到2XL，可以的，这件是可以，好、哦，这件版型是偏大，好、哦、来47，好、哦，我今天还有一件3XL的也被夹走了。所以每一场我们家的衣服都会不一样，然后大中小，那风格也会稍微也会有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直播组有三个，那就是梦梦，就是梦梦演员，我叫心妍呐、啊，因为以前叫梦梦哦，虽然改名还是有点叫不习惯哈、哦，就是心妍，然后婉贤还有小阿姨，我们就固定在礼拜二，我是礼拜二跟礼拜五，那明天场是婉贤是。礼拜三跟礼拜六，那我会支援婉贤，因为婉贤现在是怀孕的状态，那她没有办法久在，那我就会帮忙支援她，就是做直播的部分。那虽然你会在三个直播组下面都会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小帮手都是独立的，只有小阿姨跟梦梦场的小帮手是一起，但是我们的作业上也是分开的，因为其实还蛮多客人都会比较，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一定都会有疑问，想说，哎，都是同一个小帮手，为什么不能挤单一起？因为我们每一场直播完的做完的单账啊，我们就是直接回报给公司会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哎，我这一场跟小孩一场的挤在一起，没有办法，那只能是我们的一起做挤单。会比较账比较不会乱，因为你乱掉的话其实会计会疯掉，因为衣服那不是价数目太多，他也会找不到那个价目这样子，所以就是也是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们每一场的直播组每一场都是可以做集单的部分，好，所以也都不用担心，那每一场的活动每一场的优惠都会是不一样的。好，那还有人想要看什么吗？还有要看什么吗？我可能这近期你们都会看到我戴眼镜在直播，那可能看起来比较呆啦，可是我真的是左眼超级无敌不舒服的，就是我怕我真的瞎掉了怎么办，好可怜哦。好，那最近可能还要再去大医院再做检查，我觉得眼镜是灵魂之窗，所以对对，就是假如梦梦的话礼拜五就会寄出，那小阿姨的就是礼拜天会固定寄出这样子，那婉贤就会是六，婉贤他们就是如果到免运就会寄出啊，如果你们没有到免运，他就会自动帮你，也会帮你们集单，因为夏天的衣服比较薄，那就是如果你们没有达标的话，都会帮你们做一个集单。那如果你们如果不想要集单，想要寄出的话，你们也可以私讯跟我们说，哎，我今天不要集单，我要寄出，都 OK 哦。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你可能真的有状况要延后寄出，或者是你要出去玩，你寄出时间你没办法收到货，这个都可以跟我们讲说延后个几天，好，或者说我出去玩回来再跟你们说我到了，就是到回来了，玩回来了啊，你再帮我寄出都是 OK 的哦。好，我们是非常客制化的客服，那我们家如果真的衣服上真的有一些状况或问题，你们真的都可以私讯跟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完善的客服，那我们每一件衣服有状况都会回报给公司。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包括像现在我这样子，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太没办法再包，因为没办法做一个太细致的检查，因为看不到了，看不清楚啊，不能说看不到，看不到是全黑，好，就是没办法，就是太检查的仔细，所以就是包货部分就会就是以前是我们是一起，我跟阿修两个人一起包，好，两个人就是生命共同体这样一起工作，好，所以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是可以，不懂还是可以私讯，就是私讯问我们，
那我们都会回应。那只是回应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变得比较慢，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生活已经有点偏日夜颠倒，所以回复会比较慢一点，可能就会到中午以后或者是下午了。但你们不用担心说我们会不见，我们一定都会回。那最近我跟阿修会比较忙一点点，所以回讯息的速度可能真的会比较慢，因为处理婚礼的事情太繁忙太杂了，然后就会变成说你要赶快去处理结婚的东西，就会忘记了你们。但我一定还是会尽快，就是能处理的就是穿插，但是千万不要想说为什么我会闪婚，好不好？不是闪婚，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计划要结婚，但只是这个速度让我也是觉得太快了。我本来想说在今年的九月吧，中秋的时候再一个结婚，这样子好像瘦的速度会觉得可以拉长，然后这样瞬间要在三个月内然后瘦下来，我觉得哇，真的是我的妈呀，哈！真的让我就是吓到吃手手这样子。一样可以跟我分享，跟我聊天。那你们如果有认识的一些什么婚礼布置啊，或者是你们有推荐的什么婚礼小物，也非常欢迎你们就是跟我分享。对，因为我现在剩下的头绪应该就剩下婚礼备版吧，婚礼布置，然后跟婚礼小物。然后就是剩下这些东西，新蜜也找好了，婚色婚路都找好了，婚色还没找好，婚色找好了，婚色是找阿修的表哥，好、哦，那你们如果有推荐的，也都是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或者是你们有什么觉得进场创意 idea 啊，你们都可以跟我说，因为我觉得新人好像到后面已经脑袋已经空空了，会卡住，所以一样就是谢谢大家帮我，就是可以多多跟我聊聊，就是结婚，或许你们没有结婚，但是你们有看过很多资讯的都可以跟我分享。好啦，话不多说，我现在跟你们闲聊了这么久，我也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啊，你们要跟我闲聊也是可以，那个于君180，好啦，那大家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如果想要看回放的，还是可以看。那到明天中午12点，那就是你们就是截图，然后传给我。好，不要只讲号码哦，你要截图或者是截图加号码，你要这样仔细一点都可以。但是就是帮我一定要有截图照片，这样我会比较好找衣服。有时候号码我会找不到，好，单一号码我可能会找不到，所以你就是帮我号码截图或者是截图都可以，好，都是可以的。那大家早点休息睡觉咯齁，如果达到免运我们就会帮你们寄出，晚安，谢谢收看，拜拜。